我们今天继续用诗篇来浸泡在神的同在里。今天的诗篇是诗篇的第54篇，这是大卫的诗篇。在诗篇50篇以后的这个群组里，有一连串大卫他生命里面的经验所累积下来的诗篇。54篇是大卫他逃避扫罗的追杀，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6章的故事。大卫的行踪被西佛人带到扫罗面前，去跟他报告说大卫在我们那里，所以扫罗就大军要来追杀大卫。54篇是大卫经历过这一份的追杀，他有机会杀扫罗，但是因为他敬畏扫罗是神所高立的君王，他将机会拱手出来，他宁可在扫罗的手下受到冤屈，但是他不敢再得罪神。当大卫逃离过这一次的灾难之后，他写下这个诗篇54篇。他只有一个诉求，他说：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经历冤屈经历灾难的大卫，没有将刀剑放在自己的手上，自己为自己伸冤报仇，他却将他的心带到神的面前。我相信神今天要借着这个诗篇，借着大卫所经历过的，要来安慰我们中间许多的人，要来给中间许多正浸泡在这样子的哀怨、冤枉、无人明白的情境里面的人，我们要一起到神的面前，学着大卫说：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。今天这个钟头的聚会将会是你自己跟神对话的聚会，神要听你的祷告，要听你口中的言语。我相信圣灵现在已经在你的四周围，在你所在的地方，正在提醒你，是的，你的天父要听你的祷告，是的，你的天父已经放下一切，留心听你口中所要说的言语。不论你在哪里，不论你在哪个媒体之前，不管你在哪一个时空听到今天的这一段录音录影，那将会是圣灵带着你来到宝座前，你的冤屈要被听到的时候。我们一起，我们来祷告。圣灵，谢谢你安抚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的心得以平静下来。圣灵，谢谢你将我们散漫于地的各式各样的担心焦虑收拢起来。圣灵，谢谢你在我们的心中破裂的地方灌注你的关爱在那里面，叫他们可
可以再一次的合一起来，专注在神的面前。不管你在哪个地方，我们现在我们一起开口，用方言，用颂词，用悟性，用灵歌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谁的呢呢呢呢呢眼睛的那个晒的大神的的的的听你的声音了。用你自己的声音加上钢琴的背景的声音，让你自己可以专注在圣灵的面前，让你这些声音可以让你的耳朵可以专注，让你的心可以专注。是的，你四处各有各式各样的敌人，是的，你到处都是你的担心跟焦虑，但是这些要被专注起来，要被关注在神的同在里。是的，完全的关注，完全的关注，更多的焦聚在神的宝座上，让圣灵带着你一步一步的往宝座的光明的地方走，让光明的圣灵带着你往光明的神走。圣灵要带着你在你的四周围巡查，好像他将一个很大的一个容器，也许是一个篓子，或是一个提箱，交在你的手里。他带着你在你最近所经历过的生命的四处来巡回，来寻找，好像你跟神说，神啊，我最近觉得我的心好空，
我的心觉得很虚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好像你说我的心好像被掏空的感觉，好像里面热情没有了，盼望没有了，感觉甚至都没有了，好像在过去这段时间经历过一场的大风暴，或是个 这段时间不断有强风吹来，将你原本的你吹得散落各地，好像这里一点那里有一块，原来宝贝的被丢在地上，原来被你所珍惜的好像已经去掉落到墙角，也许中间有一些人最近你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我总觉得好像失去了整个的重心，我好像我变成一个空空的篮子，空空的一个提袋，里面什么都没有了。让圣灵带着你，带着你来搜寻你身边的这些你所经历过的，好像大风来吹散了你桌子上面的这些文具，这些纸笔，这些东西散落一地，圣灵，我们欢迎你来，圣灵要带着你一件一件的将这一些再捡拾回来，随着圣灵的引导，在以你现在为中心往外，以宝座为中心开始往外观察，就在神的荣耀的光中将它照得很清楚的，在那里有一块你的担心掉在那里，那是担心你自己身体的健康，圣灵带着你走到那旁边说，把它捡起来，也许有一块是你经济上面的负担，你不想去面对，所以你就把它丢在旁边，但是它不会因为你丢在旁边就消失不见，花一点时间跟天父对话，说我该去面对这个经济上的难题吗？我该再把它丢在墙角不理它，
或者是我该把它捡拾回来，交在你所给我的这个篮子里面，好好的来处理呢。今天我们要花点时间，一点一点的，也许是一个健康的议题，也许是一笔钱，也许有个地方掉的是一个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，也许某个地方是一个误会，有一块是一个冤屈，有一块是你自己的错误，也许有个地方是一个期待的破灭，有一个地方是你想要把它弄好但是弄不好的，也许是个艺术品，也许是一件工作，好像这些就被你眼不见为净，全部丢在四周围。我们花一点时间，个别的，一个一个的，让圣灵陪着你，去把他们捡拾回来，放回在你手上这个篮子里。天父说，把他们收回来，让我帮助你来处理。谢谢圣灵要帮助我发现这一些，勇敢地将它捡起来，面对他们，将它放在我的篮子里，相信你，相信天父，要带着我来处理这一些。借着这段时间，让圣灵带着你，清楚地看见，勇敢地捡起来。
体恤一个一个的将他们放进去天父所交给你的这个篮子里。好像到了一个重量，你已经感觉到它携带起来有些压力了，天父说，要不要先交给我，让我为你保管。你将这个沉重的篮子交给他，他给你一个空的，你可以继续搜寻，继续放进去。是你的生命里面哪些东西散漫各地了？是该把他们找回来的时候了。圣灵要继续带着你，要光照你。要带着你搜寻，也许你会看到许多你不以为意的小东西，不重要的小物品，但是它却是在你生命里面扮演一个没有办法取代的角色的。看到了就将捡起来，把它放在篮子里。谢谢圣灵要带着我们继续像扫街一样的继续在我们的四周围，在我们走过来的路上继续来搜寻。
圣灵要带着你继续在四周围，将凡是属于你的、你有责任的、你又参与一其中的，都将他们检视起来，也许过去是因为你逃避面对他们而将他们丢弃，或者是他们太大你承担不起，或者他们影响太大，你不知道如果处理的会怎么影响到你的生命，影响到你的现况，你就将他们丢在旁边。现在圣灵要带着你面对他们，让每一件都重建，重建阳光，被摊在阳光底下，摊在神的荣耀之下。好像有人，你的被你搁置在外面的是一个你的亲人，他是你很亲密的人，但是为了某些原因，你刻意的将他从你生命的核心拿走，天父问你说，你想要将他拿回来吗？也许你说我负担不起，我没有办法担当他所带来的压力，没有办法去担当他对我的需求。或许你跟那个人的那个误会、那个纠葛，你也不知该从哪里处理起，该说什么话。天父说，你要不要把他先拉回来，我再帮助你处理。天父问你说，你愿意处理这些人，你愿意去面对你跟他的这个关系吗？
也许有人你所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工作，像是一个艺术品，你原来想要好好的创造的，像是一件你的创意，像是一个你的梦想，像是一个你曾经很努力想要完成的，想要学会的。但是在学习过程，在处理过程，你遇到了挫折，你被其他的事情所吸引，你没有时间，没有金钱，也没有能力继续处理，你就将它丢在路边了。好像天父说，把它捡起来，我要帮助你完成它，完成你的梦，完成你的创意，完成你心中的渴慕。将它捡起来吧，捡起来的时候感觉一下那个重量，当你伸手去碰触它的时候，那些梦想就回来了。你原本想这样这样做的那一些想法就出现了，把这个未完成的放进去你的篮子里，继续搜寻，不要忽略任何一块小地方，任何一个小角落，继续搜寻，不要忽略任何一个小东西，小小的情绪，一个在你眼中认为不重要的事件，小心的去发现的时候，很小心地将它们捧起来，放进去你的篮子里，请继续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在神的荣光照耀之下，搜寻你所经历过的路径，找到这些片段，找到这一些你不以为意的，让他们重新被捡拾起来，放进去你手上的篮子里。
继续搜寻，继续收集。散漫各地的片段被收集起来了，圣灵要带着你来到一张很大的桌子上面，他将你所收集的摆放在那个桌子上，有人，有物品，有些是时间，有些是感觉，或是一段对话，或是一件事情，或是一个地方，就这样，这些事情被摆在这张桌子上，我听到圣灵说：“交给我。”你相信我可以帮你处理吗？交给我。你相信我可以帮你将它再整合完成，让它成全吗？如果你同意，
就让圣灵开始工作。你就在旁边观察，盼望着，让圣灵去调度那些东西，排列他们的次序。堆叠、拼凑、渐渐的，你在这个桌上看到一个新的物品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成果长得像什么？它是一个什么？借这几分钟，在你的脑中细细的去观察，仔细地去看摆在桌上的这个成品，你的眼睛看着这一个，好像圣灵在对你说，过去你所经验过的，你所经历的，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一件事情。在你的想象空间里描述一下桌上所摆的这个物件，对你自己描述它的颜色、样式，描述它的许多的细节，也描述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的情绪、你的感觉。这些是过去这段时间被你抛弃在地上，在各个路径上你不想去面对的，
不是超过你的能力能够面对的。他们是你眼前这幅大作品里面的一小块。继续用一些时间去观察许多的细节，也放心地对圣灵提出问题。你可以问他，这里为什么是这样？那里代表的是什么？因为终究天父才是他的设计者，是天父让凡事互相效力，让这些事情互相之间在这个桌上被连接起来。然后你问圣灵说，圣灵，天父在我生命里面的这个作品所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？他在对我说什么话？让圣灵直接地回答你。好像圣灵在提醒你，你要不要在四周围再看一下，地上或是角落，还有没有哪个东西没有被捡起来的？或许它会让你桌上这个成品更加的美丽，更加完整。你搜寻桌子的四周围，回到刚刚捡拾这些东西的地方，你仔细的、慢慢的观察这各个周遭。也许你可以捡到一些被你忽略的了，把它们带回来交给神，
让他告诉你这件事情，这个人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情绪该放在哪个位置上。你转身向天父说：天父，我谢谢你帮助我经历过我生命的这一段路，是要造就现在我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幕。天父，你是他的设计者，这里面有许多东西我不明白，但是我恳求你让我继续了解更多。天父，我也恳求你让我继续的发掘，在过去这些时间被我丢弃在外的，被我隐藏的，发现他们在这你的设计里面的位置。天父，谢谢你，你在爱中创造了我，创造了我的生命，你也在你对我极大的爱里面带领我走过每一天的经验。谢谢你用你的爱将这些事情再一次连接起来。天父，看着他，我很多的不明白，这里为什么这样，那里怎么可以。但是天父，我知道你是这一切的主人，你是我生命的主人，也是你将我的生命让他们再一次可以成全。天父，我愿意将这一些交在你的手里，宣告你的主权在我的生命里面。天父，谢谢你继续使用我的生命，在我的生命里面赐给我更多的枝节，更多的片段，使这一些都可以再加进去你所设计的这一个美丽的图像里。谢谢你帮助我，谢谢你扶持我，谢谢你以你的名救我，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听我口中的言语，谢谢你在我一切的急难中将我救出来，让我的眼睛得以看见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